你们知道打工蛋睁开眼睛的后果吗？不要让打工蛋睁开眼睛，不要不要不要。No！ 什么？打工蛋的眼睛竟然会睁开眼？打工蛋的眼睛会睁开？难道你们不好奇蛋仔岛中的打工蛋他的眼睛睁开长什么样子吗？嗯？伙伴，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蛋仔岛的打工蛋无论是挨揍还是被偷袭，他一直闭着眼睛，永远不会睁开。对吧？有很多伙伴告诉我说打工蛋没有眼睛，并且永远不会睁开。嗯？错，大错特错。蛋仔派对，你千万不要让打工蛋睁开眼睛，你千万不要让打工蛋睁开眼睛。No！ 快看一下，我们进入商店，大家会发现每一个蛋仔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来给我们看，对吧对吧？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？蛋仔岛中没有一个蛋仔是闭着眼睛的，对吧对吧 ？Yes。有很多伙伴告诉我说蛋仔岛中的打工蛋没有眼睛，所以他永远闭着。错，大错特错。你们想看睁开眼睛后的打工蛋长什么样子吗？嗯？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我来让你们看一下。快看一下，这是官方爆料的视频。打工蛋本来是在睡觉，对吧？魔鬼蛋故意来骚扰他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打工蛋睁开了眼睛，打工蛋的眼睛非常的明亮，并且非常非常的大，长得非常可爱。所以啊，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？打工蛋的眼睛非常的好看。